诺啊，连续的扣球，准备走，有变线，机会，漂亮！这个球啊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有一个变线之后呢，出现了失误，凯比。凯比在门线上一记胸口碎大石，把球直接给撞了进去。这种意外球的出现呢，确实意外加意外，对华夏幸福是个正。张忠栋实际上边路这两连扣都没有晃开防守队员，他是勉强传中，但是正因为勉强传中，这球打在防守队员的腿上。你说没有梅泽的这一个失误，你就打不出这一次反击。这算张忠栋应该两次助攻吧？你看两下都没晃开，这一传他有一个变线，正好垫高了皮球。没这一垫，没打在小腿上呢，可能也不一定有这个进球的出现。张忠栋今天表现是真不错呀，在同样的位置两次传球，虽然两个外援各得一分。